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他说平面上呢满足这个不等式组的点哈、哦，所形成的面积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好来看哈、哦，这个不等式哈、哦、就是这个不等式，而且这个不等式哦要取它的交集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先看这个不等式。我两边哈、哦，我先看等号的，我先看等号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那个不等号的。我们先看等号的，等号的话哈、哦，我就二加上根号三减 s 平方嘛。我们先来讨论这个，我把它移过去，移过去以后是根号三减 s 平方嘛，等于多少呢 ？y 减二啦，然后两边给它平方，两边平方以后就变成是 y 减二的平方嘛，啊等于多少？平方要是三减 s 平方，然后我再把 x 呢移过来，移过来以后就是 x 平方嘛，加上 y 减二的平方，啊等于三，等于三就是根号三的平方嘛。那我先把这个图形把它画下，这是一个圆，这个圆的话哈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是二哈，这是二哈，这是零二，然后呢半径是根号三，半径根号三，应该这样子啊，根号三不到二，应该这样子，半径是根号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。那到底呢是这个是取上面还是取下面？我们先来看哦，这个圆跟这个圆是一样的啦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哦，这本来是这个圆嘛，这个圆的话，那我现在把它开呢，开平方，开平方的话有两个解啊，我就从这里的话哦，我现在给它开平方吧，开平方的话呢是 y 减二哈。也就是我固定呢某一个 x 嘛，固定一个 x 以后，然后我现在给它开平方的话，等于正负多少呢？根号三减 s 平方啊。啊，正的就是上面那一个嘛，啊，负的就是下面那一个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是正的啦，所以去取上面那一个嘛，啊，取上面那个，所以呢，等于是说这个东西的话，哈，等号这个东西的话是什么？是这个啦，是这个圆啦，下面不是了，哦，然后现在呢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要这个要大于它嘛，就是 y 减二哈，这个要比它大，那比它大的话代表什么东西呢？代表就是说哈，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y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是二加根号三减 s 平方。也就是说你给一个 x 以后，它 y 的话就是等于这个值啦， y 的话是这个值，就是说是在圆上面的值嘛。那现在他说呢 y 哈，就是圆上面的值的话就是等于这个值。那现在他说 y 的话要大于这个值， y 哈要大于嘛，大于或等于啦，有包括这个圆，所以在外面哦。然后呢，它的那个范围的话是在什么呢？是在这个 x 的范围哈，是在什么？是在那个正负根号三上面。所以呢，这个范围是哪个范围？是这个范围啊。哦 ，x 在是正负根号，这个是负根号三嘛，啊，这是正根号三嘛。哦，是在这个范围，啊，这是无穷大。也就这个不等式的话呢，是这样的话呢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另外这个不等式，另外那个不等式的话是什么样的范围啊？我要先看等号的部分，等号的部分就是 y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八减掉三减 x 平方嘛，然后把它移过去，就 y 减八等于多少呢？负三减 s 平方，然后两边给它平方，平方以后就是 y 减八的平方嘛，
那这是3哈、哦，减掉 x 的平方。然后我现在把 x 移过来，移过来以后的话就是 x 平方了哈，加上 y 减8的平方嘛，啊等于根号3的平方。我、哦、这半径也是，这是一个圆，然后它圆心在哪里呢？它圆心哦是在这个08的地方，哦这是08了哈。然后那个半径是根号3，所以是这样个圆。是这个圆，好、啊，这个圆的话呢，这个圆哦，就是这个圆啦、啊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x 嘛哈、哦，它会对应到两个 y 啊，一个 x 哈、哦，它会对应到两个 y。那我现在呢，把它两边哈、哦，把它开根号啊，本来开根号的话应该什么？应该是 y 减8等于呢正负哈、哦。根号3减 x 平方，也就一个 x 的话，它有两个解，好，一个是正的啊，一个是负的。那现在取什么呢？取负的哦。现在这里的话，它是取负的，哦，取负的，就我两边开根号，我要取负的，所以是取下面这个。所以的话呢，是什么呢？是来取下面这个，所以是在这里啊。那在这里的话，它现在什么？它现在是小于等于嘛？小于等于啊，那小于等于，也就是说哈，也就是说哈，这 y 的话哈，小于等于多少呢？8减掉根号3减 x 平方嘛。哦，这 y 的话呢，就是说就是8嘛，啊减掉呢3根号3，哦是负的，哦没有加的话是上面那个嘛，减是下面这个嘛。那现在的话呢，就是说哈，等号的时候的话呢是什么？如果等号的话是这个，我现在说的是上半部没有嘛，因为是取负的嘛，所以是下半部嘛。如果是等号的话，就是圆上面的点。哦，这 y 的话，如果是等于这个值的话，这个值就是事实上就是这个点好，那现在是 y 的话，比什么？比这个还比这个哈、哦，比这个还要什么？还要小。就 y 的话比它还要小，比它还要小在里面。那在里面的话，所以什么呢？所以这个不等式什么？这不等式就是说哈，那 x 是介于负根号3跟根号3间嘛，所以它的什么？它范围的话在这里，哦是范围在这里。啊，刚刚的范围在这里，啊取交集的话就刚好什么？刚好是中间这一块。刚好在中间这一块，中间这一块。哦，刚刚好，刚刚那个什么，刚刚那个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的话呢是这个了，然后另外什么哈、哦，另外这个的话是这个，这个的话呢是这个，这八的地方了哈。然后这两个取交集的话，就变成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中间这一块的话，面积多少呢？因为这是8嘛，这是2嘛，所以这是6了。那这根号3，所以是2根号3嘛，2根号3。所以呢，整个长方形面积是6乘以2根号3，还要扣掉什么？扣掉这两个半圆呢、啊？哦，也就是说面积哈 A 的话呢，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6乘以呢2根号3嘛，啊扣掉什么？扣掉这两个半圆，这两个半圆合起来是一个圆，派 r 平方嘛 ，r 的话是根号3嘛，根号3的平方嘛，所以呢是12根号3哈、哦，啊减掉3派啊，所以答案是12根号3减3派。